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主线剧情啊。也不知道二师兄他荆棘兄赤子之心，迟早会醒悟，回到逍遥派的。我也希望有这么一天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是从江湖中传来的？糟糕，必是出了什么事情吧？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进府看看。进府啦。这位兄弟，你们为何神色如此慌张？可是江湖出了什么事故？大侠，二老爷，太好了，你们来了，老爷少爷有救了。小的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大侠，你们知道什么？不是你的身世。江家大门，调子去南京。前置作业这么多啊？南京在哪里？南京是苏州吧？还是杭州？杭州。情之一。OK， 妖女，我江湖运无灵无仇，为何来杀人？要怪就怪你们一个好主人吧。来，让本姑娘看看你那厉害的刀法。见阎王，这是以德服人吧。OK， 打架快转，好快转，然后打赢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走开。多谢大侠救命之恩，小的江湖上对少侠的敬仰如有滔滔江水。你停，不用拍马屁了。应该李莫愁吧。好，快转。OK， 打赢。契机锁定我们。契机是什么？哈哈哈哈，不错，竟能够发现本处的行踪，倒是对你刮目相看的。你是东方魔头？东方教主失礼了，交出你身后的蠢货，不能做既往不咎，放你离开。苏大侠不能答应，那就试试你们的斤两了。好啦，快转。哎，好像不用快转哦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打他吧，自动打他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哎，可是超强哎，他血超厚。我们控场很多，不用怕。哦，
一堆空场。刀剑石杀！血太厚了吧？天哪，这个血！还好他还没发招式。情深处，痛入骨。哎，等等，这个我要控制一下。看招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碧海潮生，海浪连山。好，一阳指。无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打了他不要不要的，刀剑石杀！姐姐打你！好，是全部打一个。海绵，靠腰，看招，好，赢了。无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OK， 不错，你们竟然在我手下支持数百招，本座爱惜人草，你们若是能归顺本座，便饶你们一条性命。何路大侠江天雄，哈哈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何路大侠了，都不会死的吧？他也没有这么讲啊，搞不好是被囚禁而已啊。好，现在去哪里？这边有支线，待会做支线。
干嘛一直阻止我啊？干，亏我还要救你们。这款手游把朝代编得有点跟原版不太一样了，打爆你！我跟你讲，啊，忘记换招式。哦，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应该可以打赢啊！好，快转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刀剑十杀，姐姐打你。用剑之道，以力破桥。剑之所指，斩妖之道啊！碧海长生，海浪平生。姐姐打你。八方风雨，空空空一剑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情深处，痛入骨。情深处，痛入骨。姐姐打你。
华山也承认我是大师，有资格当武林盟主。竟然就这么简单？那、当武林盟主了吗？我想自己认输，哈哈哈。让我三招，不必的，前辈小心。OK， 好，开战，开战。好。应该是打得赢啊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防护罩。物极必反，人准太虚。哦，好痛！我现在装备的招式是会回血的。你呢？没想到族长们也，一百招都没挡住，大哥实在太强了，我输了。从今往后，武量派也愿听从我是大师的大侠号令。知道厉害了吧？既然如此，那么我再宣布，本届的武林盟主就是钱岸。我要挑战大师。这小白脸是谁啊？江府的公子哥，仗着他爹江天雄的威名，武功也不怎么样。江公子，老衲理解你想继承父亲地位的心情，但是老衲觉得行与不行。比过再说，看招！这小白脸竟然这么强！江宇的实力怎么变得这么强？莫不是没有胡子就会变强？好像华华山上上上代掌门也是没有胡子之后天下无敌。张施主，你……哎，为什么那么多人？好，没关系。一样打爆你啊！碧海潮生，海浪之上。那脚好像有点强。OK， 打哪里？打这里好了。中剑之道，以力破墙。他们都没有中我的昏迷，混乱了。再一次，看招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哦，我可以再放一次。超爽！等一下，打这个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刀剑十杀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好。
种因得果，天意难违。哎，去死吧！情深处，痛入骨。为什么还可以打败我？断而不宁，其中七成都被浪费了。我不服，我不干！凭什么你要打败我？我是武林盟主之子，我才是下一任。你给我等着！总有一天，我会打败你，把你今天带给我的食物都还给你。但是兄，你看到了吗？小师哥竟然成武林盟主了。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的，欲戴其冠必承其重，从今天起我就是武林盟主。哇哦，这个脸好像不太像哦。我武林史上写下心仪的传奇，跟着徐子义的武林通鉴记载，在你统御之下，武林呈现一片祥和，各门派兴盛繁荣，空前的盛世持续了百年之久，你被封为史上最伟大的武林盟主。 OK， 好，那这一章就到这边结束啊。那喜欢频道欢迎频道的喜欢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就打开，然后大师办的 IG 会 po 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啊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好啦，谢谢大家会喜欢。然后侠客风云传 online 的游戏路是可能不会这么快，也有可能就停更了，因为它毕竟是网络游戏嘛，它后面的处理实在是，因为应该说人越来越少啦，所以玩动力就不大了。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，大家会注意知道吗？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